马上就要降落了。今天巴黎的天气有点阴暗，阴暗，多云。嗯，我喜欢这种柔和的天气。多云用英语怎么说？用英语说一下今天的天气。Today Bali's weather is very well. Very well. Really? I think. 你刚刚不还说多云吗？是啊 ，I love 多云。多云怎么说 ？No. Cloudy 吗？啊，对不起。哦，一会儿见啦。大哥，上你先跳楼，耶耶。大哥，大哥。带着一身红宝潮流，金毛贵，朵朵，好看。我给你拍，不要。来拍一下曾艳芬，曾艳芬。好看的，因为它可以，它有。是的呀，有点。那个。稍微有一点调亮的功能，嗯。拍到了好多不认识的。曾艳芬一会儿又要去法国的菜市场。看看肉什么价格。哎，我再看哦。嘿嘿，下去看那边有彩虹，虽然看不太清。来来，是周刊少女。是的，你去前面。来，朵朵。Hello。告诉一下大家现在你的心情。嗯，我现在的心情非常的，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因为这里的机场跟长春的机场很像。真的吗？我觉得像回家了一点。你是第一次见到彩虹吗？不是。来，那个这边来。之前也见过。然后、啊、那个我想说什么来着？啊，我刚刚学会两句法语。嗯。一个再见，一个是谢谢你。说一说，说一说。忘记了，等一下。所以你记住它的意义何在？不，我刚刚记住了，然后重复了一遍，我现在又忘了，我一会儿再看一看。我是李一桐，你们能看出来吗？这个一看就特别像我，不是吗？对，然后呢，今天呢，我们是在布拉格的最后一站，我们马上在今天下午2点钟的时候就要登上回国的飞机了。然而现在上午10点，我们还在这个奇怪的地方流连忘返啊！不对，其实我们是有一项重要的事情要做。对，就是呢，大家看背后的墙，锵锵锵锵锵锵锵。是的，这个墙呢，它就是著名的列侬墙，对吗？是的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呢要在这里进行一个非常伟大的活动。虽然我现在心里非常的忐忑、激动，我会不会被抓呀？虽然确定过这个墙是可以喷绘的，不过就光天化日之下，然后在这么多人眼前喷这个东西，我还是一不小心可以带你去开个庭啊。这个公民，我有重要事情要跟你谈一谈。对呀、啊，那咱们两个就真的流连在异国他乡，流连在异国他乡回不去，大乡远离了，远离我们的剧场和我们的粉丝。再也见不到你们了，半年不能公演了。是的，我伤心啊。但是即使如此，我们还是要铤而走险。嗯，今天在这里喷一项，不知道喷什么。嗯，我们不是新发了一单叫万圣节之恋吗？是的，其实还没发，是刚拍完。刚拍完。对。然后呢，今天就在这里，就算留下我们的一个美好的回忆，加上对外国友人的安利，希望在布拉格有能看懂的。这些外国朋友也能够更多的了解到我们，所以说为了让他们能看懂，我们这次就不写中国字了。对的，这就写洋文。洋文，嗯 ，OK， 那就让我们赶紧开始，来吧，开始吧。
边喷了，喷的粗野来的那一条。是蓝色的还是黑色？蓝色啊，我去拿蓝色的。要是有东西给我踩着就好了，太低了，没东西，不然搬也搬过来。直接喷 SNH 还是？我觉得喷成那种艺术的效果，还不如打草稿的。没有时间了，拿这个，哈哈哈，缩小。没关系了，我在底下来。我有点不好意思，人家好不容易写的字就被我说盖掉，我有点不好意思，真的，愧疚。这儿吧，我太矮了，李彤，你把 P 死刚好遮掉啊。不管，好吧，那就来吧，用蓝色还是黑色？黑色掉，我也开始。再往上来一遍，上面很淡，对，已经没了。这样，这样可以，对。两侧那种诡异效果。不阴影性啊。快，下一个，帮我描一下蓝描。对，不要不要正描，就是你懂的。是先这个里面来一下，不是，然后走到这个里面。哇，啊，不是，没开。没事，用紫色阴影的，用紫色阴影如何？紫色和黄色是用来写的。Sorry， 没事，希望我不会毁了你的作品。他对，太粗了吧？这样效果，或者留下来没关系，应该是这样留吧，不要问别的。对，等一下。And so, we'll start some more with drink. Those of you watching,感觉这样配色也显得有点浅，但是你先别急着喷，一过一会儿蓝色就可以，人会融合在一起。不是，是因为你喷了蓝色，所以就显得浅了一点。耶，因为蓝色比黑色强烈。我现在想要么咱们就这样吧。对，直接把它包起来就。但是那样不会整个把黑色给弄完了，大不了我再喷一遍，再喷一遍。我喷蓝色，我喷蓝色吗？Nice.
就是。那我先封顺人里面吧，不然要气死。不要气死，要搞死。知道什么效果？还可以，更快。拿过来两盒鹌鹑。太黑暗了。哎，黑暗吗？我觉得用黑色的黑暗。哎，那个我那个 H 写的有点往右边，你稍微往左边瞄一下，好像是这边这个小区。啊，让他们走。哇，这个 H 好趋向。48，要写吗？要写，光写 S。48用黑色写还是用别的颜色写？哎妈，我眼睛好疼，角膜黄的好了，角膜好痛。黄的？好，用黄的或者紫色吧。要不要对比用？或者就是还用黑色写，然后到时候拿别的颜色描边这样。紫的吧，紫的吧，紫的在哪里？来试一下吧。好搞笑。这边蓝色没有。怎么这么不流畅？怪怪的。颜色来描边，黑的吧，还是黑的描边反过来吗？你这黑的太难喷了，我觉得你这黑的。真的吗？我觉得你这块黑的好，手劲需要好大的。来借我一下。然后今天是 Halloween night 的对吧？我把黄色的。Halloween
要不然拿紫色的，紫色吧，就我知道了，我不用那个，整个不够用。哇！紫色真是太有活力了，一秒钟把我的 H 没了。这太吓人了，这个感觉现在真的好好恶心。这像鼻涕虫一样黏糊的色彩，太吓人了。我都想巨吓人。这是什么？哈伦顿，巨吓人。它这个紫色有活力了，不行。比较冷静。Night 已经看不见了。哇，这个眼睛黑洞真的好吓人哦，真的很吓人。哇，好那种精神污染系列。希望下一次找一面干净的墙，然后找了个干净的墙，弄了以后罚款200，还要自己把墙刷回去。干净的墙肯定，你看这涂鸦爱好者肯定有干净的墙自己先上了，还轮到我们呢。这个紫色真是恶心的不像话。尽了最大的努力。怎么样？这一套就画完了，然后把它包起来。就这样。都把它包起来。Night 有点糊了 ，Night。Спасибо. Thank you very much. Thank you. 我在干嘛？我
在干嘛 ？That was actually in the summer of 1989. 那是啥新吗？不想画新的。好恶心哦！好了，我们画完了，然后现在大家请看一下。讲，好奇怪啊！对，有种怎么说呢？我们有种黑头发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就是长得好黑啊，感觉看着就是精神污染的一种。吓人，不一定。黑豆画个南瓜吗？是黑豆。黑豆，把眼睛吸进去。不是，这个喷漆感觉就是意外的，好像更不好控制一些。然后呢，刚刚还发生了爆炸事故，然后它就喷到我的手了，我的手还被烫伤了。哎，真的吗？不是，就很疼，现在。然后我的包也毁了。他的包现在变成星空渐变元素。我的包，一不小心炸在了上面。埋心的，埋。哎，我的妈呀！你不要把我的脸打掉，我的脸。把感受一下。好的，我俩现在嗓子里都是油漆。对，我现在眼睛抽痛，所以无法支持你们。就是怎么说呢？虽然说还有很多地方，然后我们作为初心者也是大大的努力了。希望。哎，我其实觉得很好玩。如果就是下一次有，就是如果有什么就是更专业的方法的话，就是如果有更白的墙的话，然后希望尝试一些。就更那个什么的，然后我们在剧场门口涂鸦，然后工资全部扣完。对啊 ，OK， 工资全部扣光。如果剧场门口就是有我的照片，然后哪张不好看的话，我马上波卡工资扣光。对，耶，不过还是很开心的。对的，感觉自己也有艺术家。你看路过的人都有艺术家一般的眼光看着我。是的，实际上并没有。就是刚刚有一个更漂亮的日本妹子，我还列出了我们的 SNH48。我们真是火遍亚洲，想跟他们搭讪。啊，真的很漂亮，你看模特一样的水准。哎，我都用过。那么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 MV 怪片别姬。是的，然后我们马上就要赶飞机了。啊，希望能赶上退税啊。是的，买的东西税都没有退啊。来瓶盐津早行。来点。来点这个，感觉就跟你怎么说的，喝了神仙水一样，神清气爽。那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要走了。来劲儿，拜拜，拜拜。